哇，让美女心情变好。等一下，她家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哇，你家好惨哦。各位小安圈们，大家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，我是 Melissa。 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款手机游戏，它叫做看你怎么秀。这款手机游戏呢，是一个解谜的冒险游戏，应该算解谜游戏吧，最近在网络上相当的有名哦。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啊，对了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或是喜欢我的影片，或者是影片中有任何一点让你觉得有趣的话，记得帮影片点下那个大大的赞。如果你有点下那个大大的赞的话，超能量就会祝你一整天都超有。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。首先是第一关，帮他脱险系列。哇，让美女心情变好。等一下，他家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哇，你家好惨哦。马桶已经在喷大便了，然后窗户破了，很冷。怎么办？给你卫生纸塞大便，塞住。哇，没有用。那通马桶的通一通，通一通是不是就不喷了？好像好了。然后你要穿衣服嘛。心情开始变好了，对不对？那再穿个袜子吧。哦，心情又变好了。那再来擦干净呢，洗个澡。哦，变亮了。那是不是应该再烧一壶热水呢？可以吗？不行，那我们把这个窗户封起来。好多了。好。然后这里袜子发臭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应该要有火。有了。喝茶。你想吃东西？等等，我没有东西让你吃啊。他说他想吃东西啊，我心情已经爆了吧，已经挤满了呀，好难哦这个游戏。喝水。失败啊，不能倒水就对了。再试一次，不能倒水。哦，隔壁有东西吃是吗？我们把这个敲破。这是什么？番薯，来给你吃可以吗？番薯丢进水里煮。哦，有了。煮好了，烤地瓜诞生了，吃了，这样过关了吗？哦，过了，终于，今天心情美美的。OK， 第二关，帮助受难美女，哇，好惨啊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还有蛇蛇在咬他。我们先点个火，来点火柴取暖，然后，他的脚怎么了？来333，虽然我不知道这包是什么，哦，这包是雄黄，所以可以把蛇赶走啊。然后我的房子没了。好的，我们再试一次啊。这关的话应该是要先点火，然后雄黄 ，OK， 然后这样子就有药草了，把药草咬碎之后就可以敷在脚上。小黄桃，黄桃打开出现老鼠，然后这边怎么办呢？哦，好冷啊，好想回家。有了，我把放到这个冰上面，然后就滴了水下来，接下来有这个。回家了，终于能回家了。回家，过了。听我说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的四季。下面一关，让美女愉快上厕所。哎呦，这关好像挺难的样子。首先有蟑螂，先用手打死。等一下，先上完厕所。怎么每个厕所都有人啊？我不会修。不会修，就尿在这个里面吧。哇，失败。我快憋不住了。憋不住了。把地板刷干净，好，地板干净了，打死这只蟑螂，好，打死了，还有什么呢？卫生纸，先帮我拿着，好，先帮你拿着，那，还要帮他装什么？在他的厕所装上浴帘，对吗？胶带，打一下我修厕所，修厕所呢？这里有一个奇怪的人，怎么按他都会出现呢？哦，这是什么泻药吗？啊，所以这罐蓝色其实是什么泻药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再试一次啊，来，一巴掌把猪打飞。
外面好像有人嘛，贴起来，再贴胶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猪一直在放屁，让我们没办法用他的马桶。好，再来的话，来把马桶修一修，刷刷地板，干净了，来，再来把猪打死。有人看着不好意思，来。没有纸，我怎么上？好，给你纸。给你纸，这厕所上的真舒服。哎，过来，在董卓回来之前收拾好房间。好。是要收到哪去啊？多快回来了！我们是什么吕布是吗？吕布要藏在哪啊？这样收好了吗？房间好像干净了。哦哦，还要把衣服穿好。这样应该收好了吧？这样应该收好了吧？家里这么乱，家里这么乱啊？在董卓回来之前收好房间，好。嗨，马藏在这里。好，扑克牌冲掉，穿上，擦一擦。哦，床干了，床干了。哎，丢掉。哎，丢掉。这样都干净了吗？啊，过来！家有贤妻，好，下面一关了，让他们心情变好，怎么做嘞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有一盆黑黑的苍蝇肉，这盆是什么？来点火，苍蝇肉烤起来，哦，然后，这个蘑菇擦一擦，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的，他会吃。哦，要吃的好吃哦，然后我再把这个，好好好，猪在这里哈，猪喂它吃苍蝇肉，啊，猪喂它吃苍蝇肉，然后，不能吃它的猪吗？猪原来是它养的，好，再一次，我们先把这个敲一敲，然后喂你吃便当，然后把这个塞起来，猪洗澡，好，猪洗澡了哈。点火，猪可以抓去烤。好，先不要，来，烤肉。然后刚刚我有用什么？我有擦一擦蘑菇给他吃蘑菇，然后给猪吃这个。他的猪是他的宠物啊，猪是他的宠物。然后呢，猪洗好澡了，猪突然会打扫了，哇，猪好勇啊，猪好干净。然后呢？你脚上绑起来了是不是？有点想睡觉，给你棉被。是不是有少做什么呢？猪已经会打扫了，还有少做什么？哦，让他抱着猪睡觉是吗？他抱着他的小猪睡觉，被子薄睡不着。OK， 加稻草。心情美美的过了哦，这关好复杂。好，帮美女洗香香，这关要怎么过呢？有人在外面，猫咪。好好洗个澡啊。想洗澡，可是他的水都喷脏水，然后滑倒了啊，失败。口香糖吃。塞住了好了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倒热水这样就不用再冰块了，不用洗冰块了。好，开什么？
哦，得到了一支泡沫泡沫刷。猫咪照片。再来的话，这个给你吗？哦，这样就可以刷哦，真的假的？还是好脏，还是很脏。帮我洗洗嘛。还是很脏的话，还是很脏，还是很脏。这个嘞，80，80，80，真是大力出奇迹啊！哦，大力出奇迹，浴霸修好了，那可以穿衣服了吗？还不行，闭牙眼睛是干嘛的？哦，是什么？震动机。啊，衣服拿去，衣服拿去。所以这个是什么运动用的？运动用的。他的衣服在这里穿。哦，好了。洗澡真不容易啊，真的。你家好破。下一关帮美女逃脱鳄鱼，我怎么办呢？来吃鸡喽。骨头。哎，没了，好难。骨头，哦哦，成功了，蛇死了，蛇死了，再来要做什么？我还有什么杀虫剂喷？有了有了，救救你！再来要救他上岸，来游泳圈，游泳圈穿起来，还不安全不敢动，等一下，游泳圈不行是不是？对，不够安全不敢动，游泳圈不行。蛇可以把木筏绑好吗？他已经死了。啊，失败，好难啊！啊，首先一样嘛，那个先，好，哦哦，有了，修好了，修好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好好，可以，可以。来砍。哦。把肌肉插在这边就没有鳄鱼了，再来就可以直接上岸了吗？真的吗？哦，过了过了过了，我快憋不住了。那美女愉快上厕所，这关刚刚不是玩过了吗？等一下，它有重复的关卡是不是？哎，真的有重复的关卡，所以居然有一关重复。好啦，那我们玩下一关，帮助美女入睡。这个是她的老公还是男朋友吧？睡得好好好夸张。我们来点个蚊香。你干嘛？咚咚咚咚咚。这怎么睡得着呢？这是酒吗？喝酒？味道喝起来怪怪的。怪怪的。把脚打断。隔壁正在截歌呢，这样不对啊。首先先把蚊子搞定。爱如火啊！不行不行。对不对不对，还是要点蚊香哦，被蚊子咬。哦，隔音墙有了，这样隔壁不会吵了。剩下就是剩下男人的脚臭，男人的脚臭，还有什么？他在打呼吧，应该就这两样。我想想。哦，这什么？来，这什么？啊、哦，弹走了。好，没有男人了，这样可以睡了吧？哦哦，你的脚被咬了，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喝的是吗？好的。唐僧在石头上画了个笑脸，对悟空说：“你笑了。”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冷笑话？然后还有什么？这个来，这个给你。有了有了，舒适度很高嘞。再来，还有剩什么吗？关灯哦，睡了睡了睡了啊，挂了。终于还有十几秒到的、啊，要躲藏。这样会被发现吗？啊，被看到了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好难啊！重来一次啦！好，我们再试一次吧。哎，哎，哎，有时候点这个不让我点啊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好，哎哎哎哎哎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那
那有时候点到就会有，很麻烦啊，这个好麻烦。OK， 过了。好，可以吗？哼，曹贼，露出马脚了吧？好，我们再试一次吧。嗨嗨嗨，这个看起来是只要点他的头，点他的头就会有。过了过了过了。好，第一关很顺利呀。好，你先藏在这里。这个肚子，哦，嘿嘿哈哈，好，肚子消下去了呢。哦，可以啊，哦，可以啊。哦，怎么姿势这么多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哦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就不会看到脚，因为屏风下面看得到他们的脚。这个脸，哎、欸，过了过了过了，哦，好啦，那我们第一大关就玩到这啦。我想我们剩下的关卡下一次再玩好了，下一次再玩。如果你想看到下一集的话，记得帮影片点下那个大大的赞。我是毛利萨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